各位同仁请就坐，我们开会。上午继续市政总执行，第一位由我们郑信柱议员执行，时间45分钟。好，谢谢你。主席，咱的市长，咱的市府各位长官同仁，各位议会，咱这些同事同仁，大家好早。伊今仔日的媒体我都要来议会主导办来报道关于阿扁总统特赦的案件。即阵啊，含诸葛亮啊，甲阿扁总统的案件吼，拢媒体最热门的啦。新大办报讲，台中市市议会公开建言无条件特赦阿扁总统，共伫即个大办呢。下半段来报道局者啊！你公开有哪来对我发表要求？有哪来特赦阿扁总统？立场永远都无变。身为一个阿扁总统的支持者，我有哪表示非常的感激，因为一再有人在甲我批评，讲我食饱无事做，议员做遐一届啊。除阿扁总统的问题以外，剩的拢无通讲。但是我即卖来替阿扁总统讲话，是理所当然。因为阿扁总统是高雄市的市民嘛，我替高雄市的市民，卖讲伊是上任的总统，有所扩张，互人傲慢着。这身为一个为民傲视的议员，本来嘛是应该做的。在我依旧参会，闹个沸沸扬扬啦！拄则我讲，所有的媒体、平面的电子媒体拍鬼，拢总是诸葛亮的案件，那无得阿扁总统的案件。各电视台政治节目差不多离不开这个问题啦。有人讲，我对小英总统非常无尊重，即阵啊都在攻击。局者啊，你著知影。因为高雄市的市长，我当议员，过来夹来你，搁做两届大高雄市的市长，我有哪碰到阿扁总统的栽培，嘛扭到民进党的三旗啊。其实我咧参加选举，拢用无党嘅选吼，当选了才家己当团，有哪来含人有哪当到即嘛啦？但是咱大家拢总知影。阿扁总统是来伫高雄市呢，是住伫高雄市呢。假使讲新会这个面台无咧插议员事实咧啦，讲个拢白插咧。选举前一边一国，安尼家提名84席，当选80席，这县市议员当选了几个咧插，要阁选举啊啦？有哪个有人在揪阿扁总统的衫裙啊？讲我对小英总统无礼貌，甲局者也报告。今仔日若国民党的执政，无通遐好食困。我照常伫马英九一当前的时代，由咱车带咧南北二路，有咱来去造反啦。即摆我唔敢，即摆发动车造，是讲去抗议啦，去台北抗争。后壁人就讲你哦，国民党要收呀啦，无太假的总统，安尼遮尔歹算算着，你怎么咧甲破后脚？以往伊咧选总统的时阵，吴琼案，即个绿色的支持者非常的唔甘啦，白白波捏到乌啦，伊拢讲袂清楚啦。总统无选到了，呾现役清白头壳纸，着总统无做啊，都来做党主席。阿扁总统乖六当，局者啊，你会当深深去体会。我知影你有哪爱特赦。假使讲无特赦，你身为高雄市的市长，处理人请你甲你问啦，毋是干那咧问我尔啦，一定人甲你问，你有哪困扰万分嘛？特赦下咧，好逍遥自在，你嘛较无责任呢？阮这支持者嘛较无责任呢？是讲我即届了吼，80都有听到啊，要退休啊啦，无干那方问这问啊起笑啦，局势啊，你敢知？我自前凯旋病院院长开迄落安眠药啊，吃十外冬啦。迄个咱的主治医师检查，讲我精神错乱啊嘛，讲我已经人格分裂啦。我拢吃迄款的精神药啊呢，讲较歹听呢，
街头巷尾人在讲的讲的做食宵夜啊呢，来咧度日啦，为着阿扁总统这件，你当时有哪受苦过嘛？伊关六档，你关五档，我相信身为一个政治受难者，你会当来理解阿扁总统的心情。总统府咧起痟啊！总统府的发言人会使讲安尼子，讲目前是对阿扁总统的健康身体上重要啊，其他会引起民意的对立。车咱有卫生局局长伫遮啦，你内行的嘛，你予阿扁总统的健康，你著甲特赦了，社会还自在。管台今仔日要上山落岭，三餐五啊二五油，我保证阿扁啊一顿食三碗公饭啊，太难咧，甲糟蹋咧，民意伫咧搏，啊，搁要求遐中间选民，我唔相信。最新的民意民调，局势啊，你排冠军的啦。但是伫中南部，对蔡英文总统的支持度一再在牛车驶落去啦，是安怎？人怨叹阿扁总统无帮嘛？有人讲，这是李登辉前总统甲交代，讲阿扁也袂使帮，你若帮阿扁也躲袂开。有当时啊吼，功高震主啦，伊会甲你安尼指导党支啊，甲你指导西。但嘛，安尼，互你袂剩干的手指，网络安尼流通，我无要相信啦。我为何太在即阵啊对社民总统非常的不满？歹势，我今仔讲，我有哪知影讲，我咧质询者毋是市政啦，但是以市民阿扁总统的身份，我相信你会当甲本色来理解啦。我毋是咧对民进党无尊重。当你做市长，我做议员，除了公事上以外，我对其他我唔捌讲故意来底为着我家己的权益来照公驾驶啦。当时还未做总统的时阵，我发动大兵去台北抗议、去抗争、去咧游行。伊做党主席，安怎甲阮讲？安怎甲阮交代？安怎甲阮骗？人讲国民党咧买票。就搁开钱啦，民进党骗票唔免开半针啦，干那利用阮这些小的就好啊，投票啊咧，请市长甲主席文武百官，你甲听蔡英文总统以前做党主席，阮当时遐群众要求对阿扁总统声援，伊党主席的新闻讲安怎？来，咱各位你甲听一下，请你们安静下来，先请安静下来。我有话要对你们说，请你们安静下来，请安静下来，请你们安静下来，请你们安静下来。汽笛声、叫嚣声让蔡英文动了气，连讲六次叫大家安静。不过现场继续鼓噪，蔡英文干脆正面回应诉求。对于阿扁总统的人权，跟他在司法上、程序上的权益。我们一定会全力声援，我们民主进步党会负起这个责任，我们不会让你们自己孤单的挑起这个责任。保证党中央全力声援扁案，蔡英文一边向评点，刚刚讲的这个声音，咱都有听到。我唔是咧故意，阮这个人是笑的，假扮演员啊。今仔日民进党咧执政，阮咧声援阿扁总统，更加派出手。那无，阮都甲控政党、控政西啦，来甲包围国民党的东部啦，包围总统府啦。那个俄勒冈原乡，阮即马袂行进嘛，寸步难行嘛。一再中央就来交代，啊，你做民进党员、民进党团，你煞会使咧家己咧抱家己的后脚。今仔日五一九参会事件，甚至中共非常无礼貌，我发言权咧行啦。传片拢写地心做先生啦，伊讲要参加蔡友全，蔡友全这是你国际的同事的战犯嘛？三十外党和阿扁总统会互相盘攞的来历，未去甲念香啦，发公文你就公文，人给我看啦，指名吊姓，连先生都无清楚，讲你哪个用我用白话讲啦，你哪可笑可笑，过去念香总甲你掠转来关咧。有啥物会通阁乖啦？国民党
犯人，莫叫时代抓命来关。啊，结果呢？伊当阁另外互保外求伊国民党犯人，民进党煞要冲到要甲抓来关。啊，这都让我起神经病啊！我阁强调，莫叫甲抓来关后，但是伊甲保外求伊国民党犯人。啊，即摆民进党好唔好？就甲讲吼。中间的规定啦，要甲你抓来关啦，啊，这是啥物政府啦？支持民进党都有路用呢？国家政策做了足好，八年八千个前瞻计划，我赞成。阿比总统这块无放，台湾人的心目中无到这个角通透啦。歹势，我相信局长，你有哪听到耳孔吼，有哪拔开啊？针对阿比总统去参加五九参会，互讲两句话未讲的，国家就倒啊！迄、那个白两嘴一崩，总统就落台啊，搞遐严重。今仔日报纸报讲，你无条件支持特使阿比总统，我那表示感激之意。真歹势，与市政无关，但是与市民阿比总统有关。局长，你的看法？感谢。哎，市长请到。多谢主席、蔡副局长，多谢陈议员。我想对阿扁总统的关心，哦，久长以来，我想这个关心不是今仔日开始。啊，我嘛甲陈议员讲，我嘛无要选举，哦，啊，所以讲这个关心是认为讲阿扁总统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去面对。所以阿扁总统五一九。吼、哦，伊要去台北参加基金会的即个参会，啊，因为迄一天咱议会总质询，啊，迄一天我有甲伊说明我袂当去参加，但是伫即个过程内底，啊，真侪应该有的交通关心，我拢有伫处理，吼、哦，啊，我的看法就讲对阿扁总统的问题，吼、哦，啊，即、這个部分，啊，即摆执政。哦，蔡英文总统甲伊所有中央的高层，因拢爱有智慧去处理这个问题。吼，啊，我会感觉讲，莫讲这个问题吼，一直是伫咱台湾社会内底啊，逐天伫冲击，吼，安尼嘛是无好。我感觉中央爱有智慧去处理这个问题，啊，希望这个问题啊有一个圆满的解决。吼，啊，无我感觉讲，比如讲今仔日蔡英文总统所领导的团队，伫一方面台湾社会爱改革，所有爱改革问题都做甲呢，会使讲真辛苦。啊，你一方面爱阁面对对内，啊，变总统也无一个好的圆满的处理，啊，这嘛是阁另外一个无相款的声音。啊，我感觉咱即摆可能无遐济困难。吼，爱两边安尼，所以讲，我相信，我对你支持陈水扁总统的特赦，我想过去甲即摆拢同款。我对陈水扁总统的关心是应该，吼，过去甲即摆嘛是同款。啊，我相信中央有这个智慧，该做一个真圆满的处理。啊，我嘛希望陈议员甲以及所有关心阿扁总统的所有咱这个好朋友，吼，大家搁较有耐性一下。啊，是毋过，予蔡英文总统一段时间。蔡英文总统一年了，我想你大家你知影，伊伫面临足济反改革即款的足济困难。吼，啊，阮是用即款的角度，啊，希望咱互相无力量，无分散，啊，互相支持，互相疼惜，互相包容。吼，啊，我嘛无赞成讲，讲像讲安尼会中间吼，因的一寡。的答复吼，我想当中间伊是一个加加吼建议师，伊就是照安尼处理啊，这我会当了解，因为我坐牢嘛是六年外啊，我知影坐牢会辛苦艰苦啊，但是我的看法是讲，这个部分伫特别需要搁较软弱啊，需要好好中间中台中加加啊，面对这个阿扁总统。这么特殊的人，啊，所以讲伊嘛需要会真软、真柔软，吼啊，该做一个说明，吼啊，法律同法律的条文是真困难，我会当理解，啊嘛，请陈议员了解，啊，让陈议员甲所有的支持者了解，
谢谢。谢谢。好，谢谢哈。遐个监狱长、顶狱长换来换去啦，你着共款往内面去咧关，坐秘书伊阁请秘书，遐班头翻车给公文伊了签，调来调去，调来伫高雄，遐拢以前糟蹋阿边有着啦，发生枪案啦，遐卖啊外千股啦，遐敢那会啊糟蹋阿边总统尔啦，连我有哪共款，法律我毋捌，我要请教法制局长。先感谢高雄银行迄个案例当圆满，我那表示啊，这个当事人，人个因祖囝三岁甲年代，七岁年代，人个翁仔头尾甲离婚嘞，好佳哉你到头事啊，甲三十当前这个案头过公开，甲你到法制局，甲咱个啊，咱个市议会法规会吼，我那表示感谢会当圆满吼，迄条都到尾也讲要按下来啦吼，法律我唔捌。叫中监咧发布报话，就伊啪啪走啦。啊，讲袂使讲话，讲话啦，袂爱床，那就一只狗关单命，那就新娘在红看，伊走去坐主桌。我想无，这个帮和尚以前害阿扁总统入去关，伊反伊就讲，迄法律的名词热热长啦，犯中监罪啦。啊，结果判偌久？伊的中监罪判三年四个月，关八十天就出来啊啦。出来照常拍击了啦，照常去的，而且平平来以中间的角度，这个有较新鲜。这人伫网络里也好话啦，就较抓出啦，来请教法制局长嘞。本色是民代，咱的总统是高雄市的市民，帮我上中间做判三当官，当时讲这阿扁总统较含害啦，关八十天出来啦，走去餐厅约起来讲做美魔女啦。无啊，这先有甲迄、那个监狱申请有无？有甲中监类似的迄、那个系统伫对一搭内底甲管理，我无了解啦。有甲申请无？来请法制局长，本色拜托这个案，这个资料你替我问看嘛咧。啊，比总统比较安尼啦，啊是无带着水族囡仔就袂使啊。来请法制局长。感谢主席，感谢议员哦。真的哦，这个图你有看到啦？有啦，我有看到。报纸八十天就出来带妻子去餐厅，安尼无代志，安尼快鬼呀！啊，这是民进党的政府的法律是安怎？我甲迄个议员报告哈，这依照迄个受刑人的管理规则哈，第三条的规定啦。另伫外口，那保外就医期间吼，袂使从事吼。我来免讲去，迄我拢听足侪中监讲规拖拉久啊啦。安尼，比例是咩啦？安尼嘛，安尼，你以法制局长齐心议论，安尼会使咩啦？伊这吼，你甲看伊这有申请有无啦？伊这吼，有违反法律的规定无吼？啊，这个刚刚吼，会依照这个事实啊，做伊个专业医疗的判断呐。啊，这款的这个专业，你个凊彩路边叫一个。安尼含我同款的老师，早死读国校的嘛看有，阿扁总统参加的袂使，约小姐八十天哦，伊是中间坐关八十天的保外就医，穿西装挂内裤带，两个小姐陪伴伫遐咧，你安尼伫遐底吼，啊底饮酒作乐，你替我现一条问的本色话，我这一寸公司呢，你甲我问看嘛咧，好，无问题。扁总统比较安尼，以后是不是爱带小姐，才袂违反中监？迄款的讲保外就的禁令，替我问一下好唔好？好，无问题。有哪哪就高雄银行安尼，甲我咧斗帮忙处理安尼好唔好？好，无问题。感谢你，谢谢，请坐下。卢秀莲副总统公开安尼讲，无阿扁总统八党的执政，无可能你蔡英文做总统啊！这句话无咧卡讲了有较重，但是我个人去赞同。台面上呢，现实即文武百官。安尼位高权重的遮呀，遮拢做官做官呢。我看真济拢阿扁总统栽培有着，既然伊做八当了后有拍这个底子，予人去执政，最起码吼爱有迄个感恩的心啦。因为九个怪啊，迄粒角伊，那是我拄只放伊个大予咱听嘛，吼。其实阿扁总统的支持者即块是拢要。基台到蔡英文总统甲阁下，但全力无条件支持啦。
三猪小猪拢送来我遐呢，我就送去东部呢。我做过路财神呢。啊，所得到的是啥？今人去地方怨叹。我相信各界某人对你较支持人咪怨叹，讲阿扁阿太无要甲放。另外，咱的赖清德有哪公开讲，含咱的局长今人去报纸报同款，无条件爱得下，因为政治判决，啊，得爱用政治解决嘛。你前立委含我交情袂歹，蔡启芳，因后生即马做立委，蔡律师、蔡议员，蔡启芳会公堂公开安尼讲啊，卖得报纸报连天啊，有做无做拢基础中途罚款，就是表示无做啦。到有做才来换罚款，啊，这毋棒棒的。头拄局长也讲吼，啊，这真正有影安尼箭线开长啦，啊，四个要改革啦。八百壮士啊，好啦，伊哩伊收个民进党团也反击啦，啊，搁其他国民党个不个，即、這个不动个党散，倒咧臭鞋打倒火啊，啊，变作讲即块暗嘞，即块袂暗只啦，即块黑嘞吼，念伊着歹呀，毋是中南部民调，你看你局势个民调伫哩悬开，啊，蔡总统个民调伫哩低嘞，倒啊变作讲即块无透嘛，啊变作讲即块若透掉，我相信吼。啊，伊个民调袂落到安尼啦，因为总统府发言真正有影狂暗伊啊，伊讲民调无重要啦，即个民调无重要，总统也安尼讲，民调无重要。啊，请问局长啊，你今仔日若甲你讲有哪含台北市长排伫买卡门个，我看你心情阴暗个，饭你都食袂落，下昼你都哪食袂落，民调无重要。民进党咧初选太阳民调袂用党员呐，啊，都废废咧啊，靠腰啊，讲迄个鬼啊话，民调无重要，民进党以后初选由中央用拨杯啦，拨地新竹选，拨谢明德议员选，用拨杯都免民调啊嘛，讲个啥物话？身为一国之尊，人讲这是武则天解天，啊嘛，伊讲了啊，切看好对台湾人民的交代志，你今仔日。啊！那个冠军呢？亚冠军去，连我嘛感觉非常有面子呢。高雄市全国县市长排第一名，总统府讲迄个民调无重要，民调无重要，要学成马英九九趴，马英九九趴。我做一千斤米粉请人客呢，公开放炮欢迎，安尼呢，伊九趴呢，暗道那要博到九趴，我惊着包开地水嘞。所以这民进党的制度，高雄这个。民调，党员的问，党员即马初选取消掉伊，安尼这就解矛盾啊咧。我一再来咧强调，一个漂泊的总统，伊要入去官的时阵，含我咧讲话，是强够咱咧，还敢啊破香槟咧？嘿哦，我都讲过了啊啦，迄人无毛在咧割刀啊咧，无动作在咧烧烟啊咧，吼，啊，甲七个那是公正。公众人物啊，是讲我穿袈裟都袂使，无哦，周刊都报啊啦。迄时安尼差不多小三夹一大堆啦，叫人紧啦。阿扁总统遐在引导，遐在用，对太太遐在紧张，为着政治战略三十外当无眠无日，全台湾的红衫老人对骂安尼吼，这会使就二四号山节啦。结果，局子啊，你关四五当出来。啊，身体啊，阁有哪夹紧？你看偌久啊？美丽倒事件，啊，比总统怪了，总规个人总，迄规个人总比糟老头。啊，这哪讲无加下药？我只啊假讲是，我都无要相信啦。要入去的时阵，我阿咪在见面，迄讲话是偌响亮呢？啊，安怎呢？啊，即马刚关五六冬尔，出来说能比糟老头？安尼排桥底啊，夹拐啊，即马有较好一撮啦啦。安尼那就当机，你看安尼食饭从当机这个手安尼动，那就当机咧起价，请教卫生局长一下，白白去坐架出来，大家围出来，侬个咧选立委、选议员，白白坐架出来，一个好人，啊，变作做入去关，伊是减我正十岁呢。伊伫2008年入去关，等于是伫咧高档前安尼。安尼关了，规个身体总歹了了。这敢无其中，那就国民党用迄款的，以前用迄款的精神药啊、消药啊，
总有政治员吃这的来空空气空空，落地放给人去乌白摸，唔知官唔知家唔知侯爷唔知饭咧，有落这款的药啊无啦？来请卫生局长给我指教，你看医师的专业。医生是从哪头？你敢无落着这种药啊？甲偷，偷可能安尼咧？人个局长啊，身体真比啊比总统较好啦。是讲伊都唔算啦，无应该就去做行政院长变总统啦。你的看法咧，局长啊？多谢主席，这个迄个电影院的迄个提问吼，这个部分，迄个对医疗小组吼，我有甲因有接触吼，我了解是讲，对有一挂药啊使用吼，有一个叫罗拉在喷这个药啊，医疗小组认为讲内底有争议的吼，但是这个药啊，加目前咱讲阿扁总统的这个他临床的表现，这个是目前是无认为有特殊的关系，但是。其他部分医疗所都并无提供进一步的意见，所以这个部分我较不了解。这一个好人是咪乖？应该在那一个休息，人为关护的出来，等下身体还佫作用。套一个遐用的人，安尼是咪乖出来？遐破病拢安尼像你那牛车驶路加病病叫安尼，我好下西山嘛要遐用，安尼身体规组拢歹了了，伊的身体即嘛是。残烈烧到德国尾真崩啊呢，无法度通阁较好啊啦，火车行到家人真崩啊啦，伊个身体乃较好，我看是安尼尔。你用医药的，咱爱良心讲啊吼，院长我决定我着同村中医的，迄无甲落药的安尼，我真正想无啦。敢真正你依着咱个卫生局长伊遐个专业的角度，无用药甲头下边啊呢？长啊，你的看法咧？因为医疗小组迄个病情有较复杂啦吼，医疗小组我了解吼，我甲医疗小组做一寡请教啊，甲了解。因为有一寡病情是因为无进一步记录，咱唔知影，但是实际上是，咱临床上即马无多解说是有影吼，但是这個部分当然无多解说，咱都伫医学上较严谨的吼。较严肃去看，说无多去甲讲这個，但是这个部分咱嘛是爱关心这个整规个病情的照顾。那当我那陈局长，你要较关心一下吼，像迄个总统府讲，伊的安全、伊的身体同重要的啦吼，特赦基础较袂引起民意对立、分析的看法。我拢食咱吼。贵国所属哈，安民了啊！今仔日大哥会当选议员，讲话真公真公，无哦。路边迄个吼，有那赤身裸体，安尼热热手，迄个无咧讲，就是我地心组，啊，毋是地议员啦。你甲看这呐，总甲特赦，好安尼心情，规个可以对病体有帮助，无安尼就好啦。医疗小组给我的意见内底，其实对。情绪的部分确实有一挂需要做治疗，所以对人的迄个压力来讲，也是社会适应来讲，任何一个对当事者的支持，由于心理上啊人际互动上吼、社会活动上的支持，拢是对当事者有正面的帮忙。好，谢谢请坐下吼、有时间当请局长有哪陈局长伊甲关照一下，咱真啊真唔甘啦，实在唔甘啦吼。另外。在我的节目了，阁有一个名字叫做国栋啊，哦，吴国栋，同大栋的拢知。伊公开安尼讲，讲特侦组岳鸿儒，在阿扁总统执政的时阵，行政院副院长就是当今洪尚，走去甲公证，讲替做马英九，迄、那个疑问呐，讲会当甲判无罪啦。国栋安尼讲啊，公开当电视台安尼讲啊。廖小金、新台湾加油，安尼讲啊，因为伊请我伫电视节目讲台嘛，伫我的节目是快乐广播网，伊也做快乐联播网，伫我的后壁公开讲这个问题，讲岳鸿儒去加，即个讲以前是伫近代当今的总统，伊做教授，伊是学生，讲去私下咧甲讲情啦，判较紧咧，唔当判遐重安怎？这伊讲的我无了解啦，吼。你说唔错，岳鸿儒这特侦组这检察官拢含即卖总统交情未歹，未过滴，马英九要落任之前百几案，安尼做一遍总结案清除掉。阿扁总统，根据我了解，
连你人的喜丧事，那就寄去伫市政府，要互你寄一寡挽联啦，寄一寡中等贺礼啦。迄讲迄有做头插公文啦，有哪先做一案啦？啊，我着想无啊咧。那安尼国栋啊讲，无可能伫蔡英文的总统放阿扁总统啦。伊讲即个出来，近日中拄我讲的，啊，这要惊死人，毋呾呢？暗煞是绿皮。迄、那个蓝谷伊讲伊咧，我拢如讲诶，啊，这若无得伊甲过啊。但是自信人咧讲，加即马咱诶总统府拢无半句对我去说明，是毋是开后尾门后，我拢如咧咧讲情？啊，那安尼就是故意咧要甲马英九切案，一日拢总互伊无代志，阿扁也总甲缩甲拔开，好好无倒来做提款机啦，消费费咧无咧甲扣嘛靠票，这点哦。我照伫议会电动一巡，我甲你讲到有所在啊，即、這个有即个消息的来源，总统府若是有听到也好，咱这议会网络有咧报嘛，出一个说明咧，吼、哦，唔通当遐要选举的时阵吼，安尼无只国国队，食了嫌歹货。阿扁总统伊的内底个选票都唔免讲，马总统马英九做八档啊出来啦。安尼出出国两边乱乱说四个啦，阿扁总统自甲进九档拢无开嘴，迄间嘛无现场开嘴呢，是用录影的呢，行情阁也好，理论同简单嘛。伊咧做总统的时阵，六十五岁以上诶，拢总有三千块以上通领啦。小的局啊，即摆要干咱领一个即个国宝来三四千的这全条件呢？你阿过来小局长嘛？你听一下，阿扁总统的时代吼，清一色，只要六十五岁拢三千块以上当领，老农拢拍底六五千变六千，即马变七千，即马唔是呢？即马要领国保，你老领劳保退休五十万以上都未使，甚物未使？其实你未，迄、那个门槛限愈来愈深，所以人真少年阿扁总统嘛，伫两千年到即马十七档啊啦。现在我们请助理两万块左右啦，进来三万块啦，物资波动嘛，物件愈来愈贵，当时发三千块，一个老人就会当生活。遐个老人感染较紧啦，遐个老人就是阿扁总统的死忠的支持者，伊唔甘阿扁总统封陷害嘛。所以对待阿扁总统这个情格，唔是干那我伫遮咧讲，我相信恁出嚟拢总知影，头拢。高档无开嘴，出去到底安尼一一点点咧，就咧亚王爷亚妈祖，人人呼呼叉叉，万叫出去到底拢牵鞋啊，着牵棒啊，啊若无同背贪乱，太菜安尼济，理论差伫遮尔尔。有人安尼时啊讲，讲政治吼是凭实力个啦，实力到公道，讲伊个公主啊，地中啊。都无一寡半句通做，有人寄望伫遐，我甲讲吼，唔通要硬望改正一丛，看也硬别人啦，无可能。你若讲，你若去食人的头路，迄间公司唔免三工啦，就算我等一日十点要协调的啊啦。财政部国税局客情处就去查啦，就甲你查税金贵甲请你。伫局长还未做市长的时阵，地中的牵手。做某某国中的音乐，那就代课老师啦。安尼记者、校长叫一大堆，当麦现场转播，伊当麦咧耳鼻安怎钢琴、罗勒咪、目屎哪流啦？靠腰嘛，无即款的糟蹋乱呢。迄个时阵是国际也咧做一日，我公开一巡嘛，是咧糟蹋对调的。闭塞啊，电话拍我，我搁咧上节目，五点就节目我挂去啦。迄天通知记者来。教室当么现场转播，当么讲浪费。啊，这你讲地中我哪去吃头路，连伊都掠死啊！我袂甲你骗。啊，今仔日因爸仔囝是困难重重呢。昨一个甲我讲啊，地中啊无应该出去节目含人在卖物件，无要叫伊做啥呢啦？无要叫伊做啥？各位，咱这拢差不多住咧比我较悬的啦。无叫因爸仔囝要做啥，有钱无钱，我无了解啦。无请要叫伊做啥？有啥物通好做？电台罔卖啊，卖这个物件，像我安尼都所谓，以前我家己的开销啊。
若有良心的吼，免得讲好听话啦。我这有那是感官带眼过的人啊。当时啊，毕总统摕一堆钱来支援着遮个所有的公职人员，一个若摕一声出来就好啦。外口风声讲十外个，就一我太着搁当仔咧电台咧主持节目，我嘛摕着200万，我照常啊共吐20万出来啊。结果摕钱的大家拢点住住，无人敢开声，讲这讲出来对行情歹。我的老母要过身，知影我咧插政治，公开甲我讲，讲囝，咱伫社会食人一口，啊，行人一道。食人一跪，啊，得爱共跪，你若无通用人，啊，我阿扁总统赞助他有啥物见效咧？某某人伫台北咧选县长啦，阿扁总统传伊去做证啦，啊，阮遮个人伊遐旁听啦，迄蔡西文也甲问讲，你选县长，敢有摕到阿扁总统的赞助金？讲无啦，迄，那个姓罗的讲无啦。啊，比总统讲无2000几万呢，我忘记了。靠，我呀，我靠白嘛，袂管咧靠白发咧，吼、哦。啊，无影啦，害啊，比总统占啊，比总统嫌伊品价歹的，啊，都有影无外大先，伫外口咧徛也无外悬啦。死日尾安怎选嘛选袂着，我甲反腐选啦。死日尾了选日尾，咧选县长，我拢担南投甲反腐选，南投我提名，家己提名的。阿扁总统无受益，甲含咱个台中州市州会长提名5个拢当选，前市长部迄个主委，迄、那个志明阿嘛是伫遐当选，安怎会选县长选袂着？输5000外，废票加万呐，我反有选，这对阿扁总统不忠嘛？啊，这款人社会无义嘛？这些连天公嘛用问你，实在是话啊，讲真啊啦，啊讲到臭酸啊啦。自2006年，红山来在乱，我不便讲啥。中鼎山林，教育局长，即句我有那文言文的，我用台湾话翻出来。中鼎山林，中鼎山林人各有志，我拢无意见。但是对阿扁总统的职权是非公告和盖棺论定嘛，先行伊一个公道。目睭咧看伫东南亚这个国度，无一个下任的总统掠去关当连点三平，迄、那个还没关走会出来，人可以即摆我来电台讲，讲恁爸暗时啊咧滚坑，拢甲过总统的目睹咧，安尼你甲糟蹋，啊我安尼穿一件内裤，北淡遐咧写字，啊这个总统都毫无尊严啊，迄是哪伊啦？我着硬是安尼，好，我做总统安尼，千人扶万人擦。一时间啊，总跋咧总伫遐，含咩人关做位孤建做边，啊，佫即马要出门，着佫申请，比迄个帮和尚较不如啦，迄、那个帮和尚。所以，实在讲，即讲我也做运气，但是我今仔强调，无公都联盟的，着佫较拍尾啊命啦，吼、哦！公都联盟讲我食拜营业，拢请你讲阿扁的代志，无咧讲执政，其实我的服务也袂少。第二回议员的当吼，我的服务员也算袂少的，但是我无出来讲，我对我的良心不足。我安尼信誓旦旦公开安尼在分家规，讲阿扁总统虾米办啊啦？哇，我明年底无做啊，阿扁总统佫照常白底啊，迄、那个无形的，迄、那个嘴卡总佮挂掉咧，哎，他的心情太好咧，心情一定袂好，迄是拄伫咱高雄市呢。迄若伫北关区无咧照顾吼，我看迄个桥底啊愈歹愈重啊。我嘛愿望吼，再三拜托，我的管道就剩遮尔啦。局长实在讲吼，我家己一阵我有哪家己足艰苦，我都无其他的管道，我议员到有啥物管道呢？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阿扁总统高雄市的市民，希望蔡总统，有人讲你即马咪蔡总统吼，哎。讲啥物关爱的眼神较少啊，我无要相信啦，是不是？当时要选举，握你的手啊，靠你一个人霸天独算的啊，你甲当行啊的啊！当时来的时阵，牵你的手，讲哪有你咧甲听着独算啊啦？敢会关爱眼神总无伊？我无要相信，拜托，有哪甲阿扁总统即个千拜托万拜托，今仔日我要总一巡，足济人写批拍电话。
讲过我得阁再三甲你国际啊拜托，你倒有够力，直接会到东京皇上啦。天威难测呢，以前个古早皇帝讲雷霆雨怒，拢是天意，不管单雷公、单切雷啦，也是好天啦，也是风和日丽，这拢是上天的慈悲，讲总统等于安啦，我无要相信啦。你讲一句，看下我直接背五当啦。拜托，足济人寄托，希望局者啊，对着阿美总统这个特使啊，无法度通等啦，已经真久啊啦吼，暗公照暗时啊咧提讲真久啊啦，啊倒啊遮久啊，啊耽误啊啦，啊好啊啦，啊做一个总统脑失格差。啊，乖六档啊，到啊，何况讲中堂换法官，搁咧马加干净，两贪案，当时行政院长又失困无代志，爱判十一档，快鬼唔当呢？伊家己无应得，有哪个判咧？又失困家己来改？安尼讲啊，总统倒是一个影响力，伊判的，伊无代志，伊审案的无代志，从你局长人要陷害你，这件公文你签的，啊，煞会使哪位？哪位咱的总统去？这件代志是袂当搁等啊！啊，无法度通搁等待啊！啊，等袂嘞，等落绝对崩盘啦！唔通讲民调搁有30几%啦！我看吼、要破20%是在眼前。我搁强调，你的民调第一，照讲蔡总统的民调在南部爱对你灌溉，安怎伫全国的比例，伫中南部的民调？在你切落，在不扭袂开，阿扁总统即代，阿扁总统在咱的高雄嘛，所以百姓一直怨声。局长啊，最后吼，我甲咱恳求，实在讲到我做歹势，当公职啊，拢当议员，你拢做市长，啊，我逐工在这，逐期在讲这，逐年在讲这，讲到我真正臭酸啊啦！最后甲咱恳求，拜托，正人的期待。请局长啊，你伸一个手，想办法去甲东京的总统讲一下，赶紧想尽办法，无迄个讲无办法通想的啦。迄目鱼的搞笑片，安怎骗毛咯？甲阿扁总统特赦，吼、哦，请咱的局长啊，你的看法是毋是阿扁总统有可能特赦，还是照吴国栋面前讲的无可能特赦？关甲后界总统都拍算啦，来请局长啊，支持。来，市长，请到。多谢主席、蔡副议长，啊，多谢郑议员吼。我想，我甲郑议员的心情同款吼。我期待阿扁啊总统真紧就会当得赦。我感觉阿扁啊总统这个过程，当然已经过法律的程序，但是阿扁啊总统的今仔日这个议题。这嘛是高度政治的问题，啊，所以讲高度政治的议题，啊，我相信，今仔日蔡英文总统，伊爱有智慧，啊，来处理这款的政治的议题，啊，我嘛知影讲，咱所谓乡亲时代，啊，足侪支持者，认为讲这个问题一定爱去面对，爱去解决，啊，我相信这款的足侪声音。哦、我相信总统一定有听到，啊、所以讲我也有机会，像咱今仔日第二员顶，咱遮侪高雄的乡亲，大家对阿扁总统的关心疼惜，啊，大家人期待讲蔡英文总统马上真紧啊去面对阿扁总统这个议题，我想我有适当的机会，啊，我有机会碰到总统。我一定会再次甲蔡英文总统表达，啊，我拄则讲过，啊，这是毋是怎法律的问题呢？这是一个足高度政治的问题，高度政治的问题，就是要有高度政治的智慧，啊，互今仔日来化解足侪过去，哦，有真侪亲像阿扁啊总统伫这个过程中。啊，有真多受到伫过去马政府的时代，啊，受到伫家族内底真无合理的对待等等，对一个过去国家的元首，啊，一个基本迄种的尊重等等拢无啊。这个部分，我感觉今仔日蔡英文总统
伊爱理解这问题，爱去面对这问题，解决这问题。啊，我相信我有机会会甲转达。啊，我嘛相信，诶，今仔日蔡英文总统要领导台湾行出一条路，伊当然爱有真高度的智慧。啊，我嘛相信伊的智慧，啊嘛甲丁议员做一款的报告，我继续支持关心，好无？啊，好，执行完毕，休息10分钟。